同大声呼喊说声你好，我们为不负这年少青春。每个黄昏挥舞的身影三道风景，向未来发出征战巅峰邀请，我们未曾放弃誓言，约定这一路上空勇敢倔强的艰辛，那些最初的梦想承载无数的憧憬。失落，你要对我的情况说不如萍了。看本小姐心情。乔安，你怎么还没来？再过半个小时就要检录了。是啊，他平时不都提前一个小时到场馆准备的吗？是不是路上堵车啊？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。不用你指挥我。喂，露露，喂，安妮，你到哪了？我马上就到了，那你快点吧，马上就开始检录了。哦，好，好。站住！好啊，这是哪儿都有你们啊，阴魂不散。刚才呀，您弄坏我们的车，那笔账今天得好好算算了吧。查车才这样小气呢。虽然不怎么高级，但对你们也算是绰绰有余了。你有本事再说一遍！别呀，别动手！我们和高泽呀，那可是老交情了，不好好熟悉熟悉，他把我们忘了怎么办？谁跟你们这群人渣老交情？我们是人渣，今天就给你好好上上课，教教你怎么做人。干他！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小子，长本事了啊！看来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他是运动员，打架是要取消比赛资格的。那跟咱有什么关系？干！干什么？还不住手！我报警了！走走走！安妮来了。安妮，你怎么骑着高泽的车呀？他来接的我。那他人呢？他一会儿过来。嗯。那我们先进去了啊。好的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小彬彬，我有点事儿，就不过去了。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先漱口，先漱口。刚才打得不错，已经把他耗得差不多了，下一局稳扎稳打，你别乱了自己的节奏啊！保持呼吸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来，放松，放松。准备开始，快快快，安妮来，大声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安妮，加油！安妮，安妮，稳住，稳住，不要慌，防守。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
哎，夏商，夏商，夏商，乔安，你比的不错，一起去庆祝庆祝。我要先回去了。走吧，老地方，你以前最喜欢的。结果怎么样？你为什么没敢来？拿手机要那么久吗？你这怎么弄的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摔了一跤。摔了一跤？哎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你到底赢没赢啊？你觉得呢？以我的实力，分分钟 KO。没错。好歹我没白陪你训练啊。嗯。你是头号大功臣。哇，确实啊，我当之无愧。来，石璐，吃点沙拉，健康营养。那吃点三文鱼吧，你最喜欢吃的。你赶快做手术吧，咱们能不聊这个吗？我觉得跟比赛相比，肯定还是你的腿最重要，你必须做手术。比赛大不了明年再参加。你不懂。你有什么不懂的？大家都会理解你的。行了，别问了，可以吗？我说不做就不做。你发什么脾气啊？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好，生病了不起啊？才懒得管你。是你自己做决定，我不勉强你。今天我们不聊工作的事儿，就是想着比赛完了，我们也出来吃点东西，放松一下。其实你能到百川来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吃东西别说话，小心烫舌头。你确实让学生更好了，我真心佩服你。不是说不聊工作吗？我到学校来，就是想配合你，把带学生的工作做好。喂。你别着急，我马上回去，马上回去啊！怎么了？小祖宗又发脾气了。看来你这些年欠的债，还是得还回来。哟，这么巧啊！嗯，不是摔了一跤吗？拿去，谢了。嗯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急着叫我回来？宇文斌。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不识好歹？你说那么严重，为什么不做手术？就知道让人家担心，有病不治。他想什么呢？
难道他们家缺钱不成？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吧。什么想法？行了，别生气了，明天我跟他好好谈谈。那你好好劝劝他。放心吧。哥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吃个饭吧？等过段时间吧。其实爸爸就是嘴上严厉，他还是很关心你的。妈妈很想你，我也很想。知道了，走吧，明天还得训练呢，早点休息啊。知道，我走了。我最后还是会做保守治疗，所以请教练给我制定一个更适合我的训练计划。决定了。是的。医生确认了这种方案可行吗？但是这样是有风险的。我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。你怎么这么固执啊？不是固执，是我觉得这样更好。希望你还可以配合我的训练。谁要配合你啊？不配合，那我只能换搭档了。麻烦你了，教练。你说什么？换一个能配合我的搭档。教练，辛苦你了，帮帮我。任性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不是就害怕拖累大家吗？大家都会理解你的处境的。不会理解的。我怎么不能理解啊？你不是就怕影响团体赛？其实也不完全是。那是因为什么呀？难道是怕做手术？不是吧？我就是有点担心，手术后会对训练有影响。虽然说什么都得顺其自然，但我真不能练了，我还是觉得挺可惜的。我一直以为你对综合格斗没有那么在意。你不知道，我从小就活得挺顺畅的，加上格斗也练得不错。我其实一直都想没有压力的生活，但这一次，我想像男人一样勇敢地去付出。那你得说服我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以后会告诉你。但是我知道，这一次，无论我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，我都不能再退缩了。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？当然。即使有危险也要去做。对。你并没有说服我。徐洛。写着两个字，担心。嗯，所以我们猜是不是宇文斌遇上事儿了？就是这个，他现在不愿意做手术，只要保守治疗，所以我想多查些资料，可以帮到他。我帮你一起。嗯，来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按我给你安排的食补吃。嗯，你这都是从哪儿找的？图书馆的资料，网上的信息。
他这几天看的书啊，可比上课的时候看的多多了。我也看了不少。英文的部分都是木头翻译的。别忘了我呀，他做的那些难吃的便当，可都是我给干掉的。你们，宇文斌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搞个人英雄主义那一套，真好笑。来，这个给你。徐若，你个大嘴巴！哎，小彬彬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明明是你演技太差，你还怪人家肉包。我上次去复查了，医生把我膝盖半月板的积液已经抽取出来了，只要我继续配合药物治疗，就可以暂时不做手术。那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？定期复查，药不能停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，我会好好监督你的。我现在腿上打了八根钢钉，我还有脑震荡，一直在住院观察，都是因为百川女子学校那个高泽，请大家一定要还我一个。就是啊，谢谢大家。这次去药上学校指导是老大了。对呀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把我拍的挺帅？你又不正经，这下面都骂声一片了，你还跟没事人一样。这不是真的吧？当然不是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挺厉害的？有点凶残。这视频一看就动过手脚，但是放在网上确实影响不好。来，木头，拿给我看看。我现在腿上打了八根钢钉，我还有脑震荡，一直在住院观察。都是因为百川女子学校那个高泽，请大家一定要还我一个公道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找他们算账去。人家脏水都泼你脸上了，有什么理好去说的？那就是一群流氓，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那他也不能颠倒黑白吧？高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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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过来一下。那高泽同学因聚众打架斗殴，造成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，因此予以一年的处分。禁赛？禁赛一年，太过分了吧！徐洛，你先坐下。那些小混混提供给仲裁委员会的证据非常充足，并且。因为你之前打架有不良记录，所以那些人闹上媒体，舆论一施压，这个禁赛一年的结果才下达的这么快。我们能上诉吗？就是，这处分下的有点重了吧？我们集体抗议吧！高泽都说了，是对方先动的手。就是，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？那帮人啊，明明就是讹诈，他那腿不该是他自己给掰断的。我们可以向委员会提出申诉。但是，如果没有新的证据，就算申诉了，结果也是一样。高泽，你要不要说点什么？不是我先动的手，我更没打断他的腿。如果我想申诉的话，有用吗？哎哎，高泽，高泽，木头，高泽，高泽，强尼。
你这什么表情啊？你赶紧回去吧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同学，你有外宿申请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高泽。轻点儿，擦下东西闹那么大动静。站住！你小子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你怎么又给我招事儿？哎，行，你别瞎扯，别着急啊！你听儿子说。你说。说呀。哎呀，我说儿子，不是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不是早就不打架了吗？这好好的训练，让他自己说嘛，他又不是没长嘴。爸妈，叫爸妈了，事儿有点大。爸妈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是我先动的手。嗯，你们要是不相信就算了，反正现在决定下来了，也没人会相信我。是替高泽来求情的。校长，高泽是被冤枉的，肯定不是他先动的手。你们的心情我理解，可毕竟人家受了伤，而且还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。校长，我们不需要您的理解，我们需要您跟我们站在一边。我们能证明高泽是清白的。你怎么证明他是清白的呀？我们肯定会有办法的，您只要相信我们，替我们申请仲裁。好，我替你们申请仲裁。哎，好了，这算不算我站在你们这一边呢？算一半吧。算一半怎么说呀？得等到您跟我们一起替高泽证明了他是被冤枉的，才算是完全跟我们站在一边了。校长，要讲义气的。木头，你现在说话都会跟高泽一模一样了。校长，那我们替高泽先谢谢您。谢谢校长。谢谢校长。怎么，你想到办法了？不管怎么说，我都相信高泽，他肯定不是故意找他打架的。废话，问题是现在不能光靠我们嘴上说相信他，我们得拿出证据。你们外国人不都是讲客观事实的吗？我一定要帮他证明的。车轱辘话你就甭说了。也不知道高泽现在怎么样了。你都快把我的眼睛给晃瞎了。我不走走觉得心慌。那到底有什么办法能证明啊？我觉得再这么下去，咱格斗社可以改侦探社了。喂，从种种迹象分析，我现在一点思路也没有。你说的话真的是太有信息量了。你行，你说啊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其实那街边的十字路口那是有摄像头的。啊，有摄像头你早说呀。你们听我说完，那街道上的公共摄像头应该是坏的。
那还有没有别的摄像头？不知道，不过街边有个网吧，不知道有没有路人看到什么。我打算去一趟。网吧？你要一个人去吗？同学，你好歹先打个招呼再吱声，这大半夜的。学姐，你不跑步去了？反正每天都跑，听你们聊天也挺好的。你们接着聊啊。学姐，你真的和原来不太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你们怎么都不聊了？哦。那我先去跑步吧。你别走啊！就是，再待会儿。Good morning, everyone. Good morning, teacher. Sit down, please. It 的用法，袁木同学，你的同桌在上课的时候睡觉，我觉得你应该叫醒他。高泽，高泽，段老师要我让你起来。你好好听你的课，别老回头看着我，对颈椎不好。高泽，高泽，你不好好听讲，成绩又会退步的。董老师，你现在不用再拿成绩来威胁我了，这对我不管用了。其他同学继续上课。安妮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不好吃？没什么胃口。都怪这个高泽，闹得大家都没法好好过日子。明天我先去网吧，你去问路边住户，看有没有目击证人。行，我们先在网吧门口汇合吧。云边。你别想单独行动，作为你的监护人，我必须得去。行，没说不带你。那安妮也跟我们一起。你们说什么计划呢？拯救高泽大作战啊！明天我们要去事发街道的网吧找找人证。哦。那个，你要不要也参与我们的计划？行啊。真的吗？嗯。你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？还不抓紧时间训练了？现在有比训练更重要的事儿。你来干嘛？你来干嘛？我来找高泽哥哥呀。我也是来找高泽的。你们俩这是约好的？没有。
我路过，我走了。你走了？那我进去了。哎，你进个屁呀！打烊了，你也走吧。哎，其实你挺有意思的，我挺喜欢你的，我想你早晚会喜欢我的，我可是人见人爱。你看，我就说你会喜欢我的吧。哎，不如咱坐这儿喝点东西吧。啊，别客气，我请你。老板，来两杯奶昔。哎，好。一个草莓，一个芒果，谢谢。哎，好，请稍等。你想不想知道我跟高泽是怎么认识的？看来你想知道啊。我之前呢什么都不会，老被人欺负，高泽哥哥路见不平帮过我。虽然他不记得了，但是对我来说，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。没想到你们还有这样一段故事。虽然他不记得我了，我挺难过的，不过能再遇到他我很开心。看你平时咋咋呼呼的，想得倒不少。高泽的事呢，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但你肯定有办法的，对吧？他竞赛的事儿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他谁的话都不听，但是会听你的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凶啊。奶昔好了。哎，好，谢谢老板。不客气。哎，没事，别着急。哎，是这儿吗？嗯。啊，就是这儿。哎，这有摄像头。太好了。我们还是按说好的兵分两路，我进网吧找，再看有没有人证。我们四个去找人证，你一个人行不行？没问题，你们人多，速度快些，再多跑几个地方。走。走。嗯。嗯。啊，学姐。请问你们老板在吗？我认识。太好了，那个我就找你。老板，我有事想请你帮忙。哎，学生吧，嗯，未成年，没带身份证，来对地方了。我这就专门给你们预备的。啊，看，这么多地方，交押进去玩啊。不是，我刚进门的时候看到门口有摄像头。可能拍到前几天我朋友挨打的视频，所以我想跟你商量，能不能调监控给我看看。小朋友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那门口那是我私人物品，说给你看就看啊，我那是看坏人的，你要玩就交押金，不玩从哪儿进来从哪儿出去。老板，你不愿意拿出来看，是因为你这监控里拍到了你放未成年人进网吧玩吧？小丫头，别瞎说话啊！你要是给我们看呢，我们保证什么都不说；你要是不给我们看，举报电话我们随便一查就能知道。嗯，吓唬我呀？我告诉你们俩啊，要玩就玩，不玩该干嘛干嘛去。老板，你也有王者荣耀，你这一轮肯定会输。队友不太行，如果你跟我们组队，我们肯定带你上分。真的假的？也算我一个。行不行？但是老板，我们得说好了，我们帮你上分，你得给我们看你的监控。那得看你们给我上多少分了。又是一个说那天什么都没看到的。我就不信了，他们是真没看到，还是不愿意出来作证啊？不管了，我们再问下一家。嗯，那边，走，安妮。
厉害，太厉害了！被你俩这一带啊，我就成铂金了。有上来玩？打野必须得让蓝 buff 给中单，没有蓝 buff， 这中路没办法玩。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还行吧，就是学累了，打打解压，不知不觉就打到这个级别了。我这回可是第一次见到活的最强王者了。是不是这里？快！哎，怎么了？真是！已经问了七户了，再往前走就要走到头了。能看见那天的情况的人就更少了。我都怀疑这帮小混混做过手脚，威胁过这些人。那也得去问了呀，万一有夸父正义的呢？袁墨，怎么样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们找到了。什么情况？太好了，高泽就是正当防护卫。而且在监控里拍到那个小混混后面站着的，他根本就没有受伤。什么？而且确实有一个目击证人，他出面制止了打架，高泽才没有被打得更厉害。你们可以找到这个人，我把照片发给你们。赶紧的。安妮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医院，严刑逼供。啊？别走开！想不想玩个好玩的？不想。保证好玩，走。前天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这腿吧，它雾得慌。你们这技术也不行嘛！呀呀呀！哎，疼疼疼疼疼疼疼！这不怎么了？你看看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是怎么样啊？是这样的，你这条腿呢，现在过敏的很严重。你看，你这血细胞感染的挺厉害的。可能需要做手术？不可能吧！不是，我这腿本来就没事儿。不是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别蒙我，想让我多花钱是吧？没关系，我的医药费有人付。哎，先生，这您可放心了，我们的判断一般都是很准确的。你这个腿一定是在包扎之前就有伤口的，所以导致了细菌感染。不可能！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拆给你看。今天好点了没有？哎，你们是？谁呀？哎哎，你俩给我回来！哎、快！你让开！你让开！你俩给我回来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都录好了吗？一字不差。喂，小彬彬，我们找到那天帮你赶走那帮混混的大叔了。真的？现在证据
局都凑齐了。谢谢谢谢，太谢谢你们了，兄弟。校长，这里边有三份证据，第一份是陆道事发全过程的监控录像，第二份是目击证人大叔的证词，还有第三份小混混在医院里边亲口承认自己假伤的视频。剩下的交给我来办。经过大赛仲裁委员会一致决定，对高泽选手实行一个月的禁赛处罚。高泽完全是出于正当防卫，为什么还是要禁赛啊？高泽同学毕竟参加了斗殴，这已经是处罚里面最短的一个周期了。太好了。不就是禁赛一个月吗？我接受。现在就算是真的要禁赛一年，我也不会再不参加训练了。之前我的吐气让大家担心了，你们对我的帮助我领了。成青春风景，像雨后的彩虹。在一起证明自己，用所有勇气努力写下青春奇迹。在一起是。